大家好，我叫 Vincent， 今年就50岁了。我的职业是一个私人司机，大家或者很好奇私人司机究竟是会做些什么的呢？其实呢，职业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神秘的，我们都有固定的上班时间，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接送老板和他们的家人。通常他们都会有需要的时间就会直接 call 我，所以上班的时段我基本上是要随时随到的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因为我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点的，所以我每次要好好把握时间去洗手间，要方便停车，同时又要快。但是几年前开始，我无论日头上班还是夜晚睡觉时去洗手间的次数都多了频繁不作。一开头我没什么理他的，以为喝多了水，但是发觉情况不单止没变好，越来越严重。想去厕所嗰阵，我感觉是很急，但是一去的时间就发觉很少量，滴滴仔咁，完全不舒畅的。咁咁啱嗰排我就去做呢个身体检查，咁啊梗系顺便同医生讲翻我的情况啦。医生就叫我唔好咁担心啦，吓呢啲系常见的中年男士前列退化的问题，提醒我注意一下啲坏习惯咁嘅，戒烟啦、戒酒、戒辣咁样啦。我都问过啲行家朋友，佢哋就建议我食翻啲保健产品。咁於是乎，我咪去附近嘅连锁店度睇下咯。嗰阵时先知，原来针对前列嘅产品咧，原来都唔少嘅。咁我左拣右拣，无意中咧就发现咗呢只草基前列神补。佢声称可以舒缓前列症状之余咧，仲可以同时补充肾气，一举两得，价钱又合理，即刻买翻盒试下咯。咁我试咗大半盒之后咧，发觉真系几有效。翻工嗰阵啊，甚至乎瞓觉咧，去厕所嘅次数都少咗好多。最重要系咩啊？就去的时间十分之畅顺，哇！原来去得很尽的感觉，真的咁爽嘅，真的好像有失而复得的感觉。咁我有研究下佢有啲咩成分喺入边啦，因为我怕佢有啲西药成分喺度，所以先至功效咁明显。但系我 check 翻，佢个盒已经写明咗系纯天然成分。咁再加上我望到佢系用中西复方，有对男士好好嘅锯中女啦、南瓜子同埋番茄红素等等呢啲咁嘅西草本，可以抑制到男士前列嘅肥大，从而改善翻个畅顺度，巩固翻前列嘅健康。中草本咧，佢就加入咗灵芝啦、冬虫夏草同埋丹参嗰啲咁嘅中药成分喺度噶，咁补充翻男士嘅肾气，提升活力，为中年男士打好强力嘅基础，继续撑起屋企嘅。各位男士朋友，有兴趣的或者想保健一下的，不妨试试。